向你致敬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肖先生，谢谢你们。我对魔术的记忆全是大戏法。哦，我想问一个事儿，您说就说，您不说也行。您火是什么时候点着的？琢磨。王老师提的这问题很尖锐，这个早了，在里头找了有那个给自己烧了，这个过去有个老先生给烧了，晚了我出来一个大黑东西，呼呼呼呼的在那冒火，就没意思了。这个就恰在那个要观众正看得惊奇，唰出了火，这个点是特别厉害，这就需要功夫了。你也不想叫我说，我也不能说。哎，对对对，真是。咱中国的古彩戏法是2400年流传到今天，它没有生命力，它能延长到今天吗？大家说对吧？咱一定要把它延续下去，这个确实厉害。我在国外演出，有一次在日本演出，有个翻译，我演了两场以后，他追了我两天，他不问别的，他就问你最后翻完跟头那个东西你藏在哪儿了，他就问，他一出现我就跑了。这个不能说，这绝对不能说，这国家的机密，这属于啊，这确实机密，对。老实说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魔术，我不知道原来是这样变的。我觉得这样子的戏法就应该要被全世界看见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太厉害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们背后的青年团，看看他们对于古彩戏法有什么样的说法。那现在魔术其实也在不断进步，像我们看到好多魔术有情景剧，同时运用的是现在的声光电高科技。但其实像古彩戏法，我小时候看到的和今天在这看到的，其实表演内容差不太多。那如果以后拿到更大的舞台上去看，第一次哦，我好新奇；再往后面就，哎 ，just so so， 就觉得之前看过戳不到我的兴奋点。就我觉得传承，它不应该是留存，应该让它流行。它也许能够变化一些，运用一下声光电的技术，再结合一下，可能会变得更好。说白了，你就带着就我们看东西会有感官上的喜新厌旧，两回事儿。老外都不看声光电，他们都看腻歪了。他有镜头的帮助，各方面拍摄的需要，会让你视觉产生没有了，是声光的作用，这个是真东西，对不对？我特别不同意刚才的发言，为什么？现在西方的那些大型的场景魔术也好，我们也看腻了。对，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就把一个什么大火车就是变没了，对，也就这样了而已。为什么我们古彩戏法不一样？不一样的地方不在于技术，而在它身手过硬。这个身手是本质上最单纯的。这个戏法结合了什么？结合了杂技，还结合了哑剧，它是三者合一的一个表演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传承下去。古彩戏法变得非常好，大家都觉得非常震撼。但是现在可能我们这么多年轻人每年在等春晚的时候，好像总在想我在等刘谦的魔术，而几乎没有人在想说，哎，我想等我们的一个戏法怎么怎么样。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我都想拿过来讨论一下。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等刘谦的魔术？因为我们会知道他今年会不会有什么新花样。那如果说您变这个，我今年想，哦，他可能今年又多了几盘金鱼。没有，我们等刘谦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等大家怎么去找他的那个。揭穿他，对，我们现在对吧？我们破绽，找破绽看的。这个接不了，佩服这个是练出来的，佩服他是怎么变的。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的手段始终不更新？其实我觉得这是媒体人的责任。如果今天我们的节目制作团队能对两位老师有一个新的形象的塑造，一个新节目就出现了呀。他说的是改革，比如这东西，我就觉得咱中国的老祖宗这文化就是京剧，大家都知道，肯定都知道，再不喜欢的那也看我都知道。你比如说诸葛亮失控斩，这些东西他已经都定型了，是剧本了，已经流传了多少年了。你让他提高，他是从嗓音上、表演上各方面就提高。你不能说我就要改革，我非给诸葛亮戴个美国帽，对，穿个草鞋，穿什么？穿个草鞋，大刀，那就算改革。必须变成机关枪，是。它大刀的存在价值就是大刀的存在价值。对，你不能说怎么不是机关枪啊？我们希望看机关枪，这是两回事。对。其实呢，今天房先生他们表演的、肖先生表演的这些东西，是中国魔术的一角。不要以为中国魔术就这么点东西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确实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，就是要继续开发其他项目。就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没有资格说好坏，但是我们可以承担起传承的责任。对对对，真是现在啊，就有好多堂内的人也好，有就在一块开会，这古彩戏法快没人看了。您这几位一说，
我的信心就更强了。我告诉你，说悬了，我可能还能演10年。